好，现在继续开会。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的案由。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交通部主管预算未审查完竣部分，处理暂保留之提案，宣读完毕。现在要进行讨论事项的处理，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委员提案。交通部单位预算未审竣之委员提案，第一案，郑文宝清提案，路政管理6亿794万2000元，避免浪费公帑提案删减1/10。第二案，交通部106年度预算路政管理编列6亿794万2000元，删除500万元，冻结1/5，是交通部提出报告后的动支。第三案。委员叶宜津等提案，路政管理好，我们现在要进行交通部车辆安全部本部未审竣的部分，车辆安要来做处理。科技技术咨询与管理资讯服务中心，来，我们要开始哈。交通部单位预算未审竣的委员提案哈，我们要来做一些并案的处理。第四案，刘文兆豪等提案。我们要先处理路政管理相关的预算是6亿794万2000哈，那68万4000元。并案处理的状况如下哈，这个第一案，我们现在的第一案就是原来的第37案，还有三四五就是原来的第39案、40案、41案。第6项，这是删除预算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删除加冻结的，就是第二案。向立法院交通委员提出改善计划，就是原来的第38案，还有冻结的第原42案等提案。都是有关于路政管理这个6亿多的预算。好，那现在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请大家说明一下。第8案，赵文正宇等提案，路政管理智慧来请交通部这边来做说明一下。5亿6600万元，删减6000万元。好，跟委员会报告哈。我想那个第一案是郑委员清楚提案，路政管理有关这一个系统发展建设计划，气囊费的5亿6600万元之10%。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公路总局大概也都非常积极在努力啊，通过各种创新的一些作为来提高这个征收率。那以这一个104年它的这个累计未征收哈47亿，事实上已经比103年这个62亿已经大为降低15亿。那以105年度来看的话，105年度当年的这个应征未征数已经降到9亿、哦，那我想到年底再催缴的话，还可以大幅降低。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啊，免于删减。第十二案，那委员洪俊的提案，路管理。那第二案是刘少委员关心的这一个有关国道的这一个费率检讨，那这个部分我们高工局已经委托专案单位在办理研究，那应该在年底前预计会提出这一个检讨报告，那后续我想还要跟这个民意还有各界来做沟通，那最后才会提出推动专案办公室一千五百万元方案。那我想这个是本项经费1500万元。那到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这一个林委员捐献的提案，这个我们的专案办公室106年度编列1500万，所以我们建议是不是建议免于删减1500万元，并冻结。那这个部分也跟林委员沟通过哈，那他也同意免于改善方案。删减跟删减跟冻结改期书面的这个报告。那第三案有关叶委员已经关心的这个车安中心的这个部分呢，我想之前也跟委员办公室有特别报告。那事实上车安中心只是协助部里面来了解国外最新的车辆安全法规的发展，还有一些新的管理制度。那同时如果需要由部里面来交办办理汽机车的安全性调查跟召回改正的作业，那我想它的成效非常显著。那整个车安中心事实上是作为协助部里面的一个有关车辆安全管理的一个工作，那我想这个部分
也跟委员办公室沟通过，他们同意免删减。那第四案有关刘兆委员关心的这一个有关我们的路政管理下面的这个业务会的编列哈，那跟各委员会报告，实际上路政的这一个业务非常的庞杂，那近年非常很多新增的这一个临时的这种路政业务。那明年的话，包括像要推动这个高龄驾驶、多元化的计程车哈，那道路考照等等，那这个都是上有业务上的一个需要，那所以也建议是不是可以免予来做删减。那第五案，李委员昆泽关心的这一个有关这一个设备跟投资哈，那这里面大概整个执行力事实上已经以105年度来看的话，到十月底已经拨付了553万，那预计到年底的话，大概可以达到99%以上的这个执行力，那这个也都是整个配合整个监理这一个工作需要编列的一个设备跟投资哈，所以是不是建议免予来删减？五年捐助。那第二案有关消委民情关心的这一个有关紧急车辆的这个避让，那先前也跟委员办公室有做过报告，那事实上我们目前的当规则的一个规定跟国外来做相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那重点就是要能够是到当时的一个道路交通的状况，能够来让车辆可以做有效的避让，让紧急车辆可以能够顺利的来通过。那这个也建议是不是可以改书面报告全数删除？建议这一个第25案。好，先我们先请叶怡津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好，我想要先回应一下赵伟一再的说哈，因为我们常常在这里说，然后你们讲了很多理由，然后就没有删减或者删减的很少，然后到了那个朝野协商院长那里呢，就被大删，这样哈实在很不好，不尊重本委员会哈。另外，从本届开始呢，已经落实委员会中心主义啊，所以我发现有很多委员会他们在审预算或者审法案的时候，审预算或者做决议的时候呢，会做一个弹书，叫做出委员会后不准调整。好，这个他们为了落实，因为经过充分的讨论跟研究以后，他们还是落实委员会中心主义，出了委员会就不给。那当然是不是这样就不准调整？那是送到那个朝野协商那个院长那边苏院长那边的时候，会看到委员会做的不准调整的决议，那会不会再做调整我不知道，但是目前我看到的别的委员会是这样，或者到院会以后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无论如何，本届一开始就已经宣示委员会中心主义，所以呢，希望各位有什么要充分跟委员会沟通或者在这里说明，也希望我们委员会能够慎重一点的处理哈。那只有真的这样才能落实委员会中心主义，也现在看起来呢，各委员会自己也都在努力强化自己委员会的那个功能跟公信力哈，所以我是这样提醒大家，然后所以希望其实还是特别是今天是保留的，就是比较有争议、大家有意见的，应该要仔细慎重一点。谢谢。好，谢谢叶委员。我在这边先请教一下交通部有关于我们路政管理科目下的这个设备与投资啊，我们编了940万，那执行数目前是零，是不是啊？委员报告，我们到目前已经支应的拨付了553万，但预计到年底是可以全数执行。好，那你们106年的采购计划，目前的状况是什么？明年度，明年度应该是配合，比如说明年要推动这个高龄驾驶的这个考照哈，那认知机能的一些检查，那么会有一些所需要配套的计划已经有在执行，就对，就是对明年预计你们主要是要配合明年的汽车考照的新制上路嘛哈，是好，那这个部分好，这样我们了解，好，其他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这些删减的案子，或是删加动，或是冻结的这些案子呢，包括1345删的部分是1345，删加动的是2，
动的部分是六哦，这几个案子，那这个路政管理编了6亿794万，但是呢，这个下面我们接下来有要讨论到智慧运输系统发展计划，这个5亿6600万呢、啊，这个其实也是包含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处理的是包。不包含那5亿6600万，就是我们的6亿794万，要先减掉那5亿6600万这个相关的预算。那这个部分我来做一个处理。那这些刚才交通部也做了说明，相关的提案也有跟我们提案的委员沟通。那刚才也做了说明。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予删减。那冻结的部分1/4啊，书面报告后使得解冻。来，好，修正通过。那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删减案，好、哦，7至13案以及15案，这是删减案。那3+冻的是14案，还有冻结案是16到19，好、哦，这是有关于智慧运输系统发展计划，那这个部分是有委员有没有什么要做补充说明的？等一下再请交通部做说明，有没有？好，那先请交通部这边来做报告。主席、各委员，大家早安。我想这是一个交通部来讲是一个新增的计划案，所以我想也获得各位委员的重视。那这个委员的意见，因为我们中整来看。主要有几项，以下面几项，然后我们有几个进度跟各位委员报告。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程序上的，因为我们的预算大家有看到，应该要有行政院先通过这样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因为是在新政府上来之后才敢办的计划，那我们也已经加紧这个程序，所以在上礼拜五国发会已经正式开完会议，那也确认是支持这个计划，那意见也会送到行政院，行政院也在跟我们联系，他们会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核定文再送回给我们部里面。你们这个案是106年度新增的重大施政计划吗？是，对。我请教你，行政院核定了没有？他一定这个礼拜会给我，也就是说这两天会送出来给我们。那是因为程序上，国发会已经完成审议了。你是行政院吗？你怎么知道会通过？因为行政院一直在跟我们联系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还没有核定，你们就要编列预算了，这个实在都有点违反预算法的相关的规定。这个我再有提醒我们交通部。每次都要先上车再补票啊，实在是，来部长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我想程序上呈现出来的确实是让各位委员觉得有我们做的不适当的地方，不过实际上这个是行政院要求我们编，也是应该也是总统在这个三大政见里面呢他期望我们要落实的，所以才在今年的预算上面有一点匆忙，非常抱歉。那我也要提醒交通部，我们这个专案办公室，我实在认为没有设立的必要了。哦，来，请陈欧珀委员。主席，我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智慧运输系统发展建设计划，因为现在最困难的交通问题还在东部啦，尤其宜兰国道5号每次假日大塞车，大家有没有把宜兰这个东部跟列进去，或者是离岛列进去？有，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钱今年新编进来，那我们觉得钱并不是说非常大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要精简聚焦哈，所以特别把东部这两个地区，我们现在把北宜兰道这一块从台北到宜兰常常发生问题的这一大块，当作我们优先要把它去做处理的，也就叫示范基地。另外是花东这块是属于偏乡。那这因为以一般的公共建设投资可能很难解决偏乡这一块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偏乡这地方是有订专属计划去执行。另外针对6个都是属于都会型的问题，所以我们针对6都里面，我们也会给6都来一起参与协助来解决都会型的问题。简单来讲，这个第一年的预算大概会针对一个常态性的出现问题的北宜兰道这一块，那这个要整合宜兰双北还有高速公路这一块的力量来共同去处理。另外是花东，那另外是6都，至于其他的县市都在这个计划，如果在执行技术上已经有确认的模式的时候，我们会主动来直接把它做引导到各地方县市，在普遍的去做，在4年之内我们会尽量让它做到完整。那以上这个先跟委员做报告。这样子、啊、主席，我建议的哈、啊、就是要把这个完整的计划提供给本会，然后先保留2/2，那以后我们先冻结2/2了哈，那以后
这个要删，这个还是要删。那看怎么处理。这个要冻结的话，我自认为是全部都要冻结，要等到行政院核定之后才能去解冻。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专案办公室啊，我一直认为没有成立的一个必要。哦，你现在要处理这个智慧运输系统，然后就要成立一个办公室。那接下来如果我们讨论到铁道安全，又要成立一个办公室吗？那我们要研究全国公路的安全性，那是不是要成立相关的一个办公室？没完没了啊！这个我是不是来简单说明一下？那个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下，因为我可能之前我们只用了一个办公室的名称，让各位不太了解的办公室怎么组成哈。我们这地方也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去重新整理一个办公室的架构。从这架构各位看得出来，这办公室其实是我们科技顾问室加我们的资讯中心为主干，但是他因为督导这个业务，所以他必须和有这个名称去做这件事。部长，你看现在才提出这一章说，本来都只给我们一个名称而已，也给我们一个名称就要去处理这个相关的预算。来，请郑某这位导果为因了哦，应该先考虑说，到底要不要，然后再讲说怎么设置，而不是讲说我怎么设置，再讲说要不要。这个应该足轻松，有需要讲说咱一直组织，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啊，变成叠床架屋了。我是愈简单愈好，组织就是简单，让做工会较要紧。对，主席，我也要讲一下。主席，我也没看到啊，他现在才丢出来说这一张叫做人力配置说明。这个部长你要督促所属哈，就是我们执行相关的预算，要推动相关的预算。不行啊，我们还没看到、啊。要等一下，我来做说明，我也还没看到。就是说，有相关的预算要做说明的时候，应该要更认真负责的向交通委员会的委员来说明我们相关预算这个办公室的人力或是什么，随便弄一个名字就要交通委员会来审查预算。我觉得这是请部长要好好的督促哈。这是我们一定在沟通上面不足的地方。不过大方向上是不是跟委员报、跟赵委员各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其实这个所谓智慧运输里面有很大一块是比较是属于通讯的啦，通讯跟一些现在的硬体发展啊，这些部分其实不是过去交通部的这个我们既有的人员够这个能量。不过我们愿意在刚开始的时候先不用一个专案办公室，先等于我们做出成绩来，我们再来争取这些方向，我们愿意努力。来陈淑慧委员，所以我先讲一下陈淑慧委员之后林俊宪委员。就是针对这个智慧运输系统和这个经费哈，还没有经过行政院的核定，然后我本席是不赞同说就让它通过了。本席是主张说全数冻结哈，然后尤其这个行动办公室的设置哈，我也觉得非常的不妥，一直在这个叠床架屋哈。那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未来你们这个智慧运输系统这个计划，你们是站在交通部的角度去思考各地方的需求，还是由地方提出需求，你们来核定，好，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讲一下？来，部长说一下。我了解，部长，我讲。抱歉，请林委员。林德万一书记删除嘛？删除啊，这是删除吗？这删除哦，不是冻结哦，是删除还是冻结？那等一下我会做说明。我老兄保定林德万你是同意删除吗？办公室的办公室，我说办公室，我说我们这个专案办公室是不是因为它分年度嘛？那我们就是说，今年、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不编列专案办公室的经费，没有人会去反对推动了。对，你咨询书我马上集齐，你就推动了。我想，如果没有成立专案办公室，就推不动吗？我们所以我说第一年我们先可以先编列不编列专案办公室，明年再送来了。对，我们明年做出绩效来再来争取，我们再来争取。好。我要提醒部长，所以明年这三千万就先叶一金委啊，来叶一金委，好，这样了哈，因为10、11、13是我的提案哦，刚刚大家都讲得很清楚，也都颇有共识哈，就像赵委所结论的，也真的是常常觉得叠床架屋了。那如果你的所谓智慧运输只是分配。这个补助款给地方政府，那你为了要办一个补助款交给地方政府，就要一个办公室，那也真的，你钱给地方，你把那个办公室的钱，设立办公室的钱来多补助一点地方，大家还高兴一点，还实际一点啊，哈，所以我想我们除了冻结，因为这个行政院还没有通过，行政院通过它就可以动了，可以
解冻了，所以我们还是该删的还是要删，要不然我们只有冻结的话，那万一行政院解冻了，那它就是全额照花了哈。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该删减多少，处理好了以后，然后再全数冻结？我是这样建议主席的。是是，叶委员。那所以，所以呢，我们我建议了哈，我这里面委办的高达7970万哈。他没有同意，有了，有了。第一年冻结7970万，我们看，我就三案并起来看删减多少。我看给他们5000万，做做看好了。部长可以讲啊，部长啊，部长可以讲啊。你自己看。我刚才你想怎么处理？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专案办公室，这个我们的人力是真的需要，但是这个我们想办法来匀资。但是专案办公室的名义本身，这个我们愿意在第一年的时候先不编列，我们以后做出成绩来再来争取。啊啊，所以6000万就明年不编列嘛。是不是这样？现在省的预算就不用了，1500万呢、啊？好，我来做说，其他委员有没有要做补充说明的？我要提醒交通部哈，智慧运输系统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政的新计划，但是就如同智慧手机一样，会用的人就叫智慧手机，不会用的人还是叫手机啊。我们交通部在做这样的一个推动相关智慧运输系统啊，必须要有明确的计划跟执行的效率，这个要请部长啊好好的督促。那我来做处理，我综合大家的意见，我们把这个专案办公室的经费1500万删掉，然后相关的预算全部冻结，等到核定之后啊才予以解冻。这样太少了。只有三专办公室的费用不行，还要再加业务费用要三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委办费太高。鲍委员，真的这个工作啊，我们愿意在人事上面尽量来精简，但业务上面还是请大家多多支持了。来，赵伟才是委员，没有赵伟才是了啦，我们就尊重赵伟一下了，好吧？那我们就做。等一下，等一下，来，你要说明一下，我的质疑啊，你委办费用高达7970万呢、欸。委办的部分计划相关的时候是可以删的哦、喔，你们来跟我谈的时候是可以删的、喔。我提到主席才管了哈，阿胆是主席。先让叶委员讲完。好，因为他们来跟我谈的时候，委办费用是可以删一点的哈，所以我才会这样说啊。1500万，那个办公室费用以外，委办费用我认为应该要删一点哈。来，委办费用相关的7970万的委办费用，来说明一下。我想跟各委员报告了，这个委办费的部分哦，当然我们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一直在为了要跟大家说明整理资料，可是我们可能没有让每个委员事先都看到这个资料，这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来我们办公室已经谈的哈，是已经有谈的哈，真的是有谈的哈，你要翻脸吗？专案办公室你要翻案吗？对，他本来是在委办费里面没有错，但是委员现在问我们的说这委办做什么，我想做这样的补充说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个智慧运输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跨平台，就是不光是我们刚才讲台北市、新北市、宜兰，这些都是跨中央的，必须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发包，它不是所谓的奖补助费，它必须要直接建制。那这个钱在科技这个预算的项目来讲，它是属于委办费这一块的支出，它事实上是做整个 ITS 里面的核心平台的这一部分，但它不能编到地方，也不能专属到中央，它是一个跨中央地方的一个平台。我们委办的费用是7900万，是，那这。删除这个专案办公室的1500万，其实就是包含在这个委办会里面。它整个项目是在里面的，是，但是因为它的预算科目来讲，它是合在这里。讲说1500万是办公室的费用啊，是它是委办费，它在委办的大项目。会计项目来讲，它是委办费里面了、啊。我那再删500 ，total 2000哈，500这样很少了啦。好，我们就照叶委员及其他委员大家的综合意见。我们统删2000万，然后这个该案还没有经过行政院的核定，啊，我们全数冻结，等到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予以解冻。啊，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交通部，这种智慧运输系统不要只有大台北地区啊，只有大台北地区有智慧手机，其他中南部的通通还是给我们用手机。
这个智慧运输系统是要全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啊大系统的一个处理。来，请简单说明一下。主席，对，主席，我刚刚请教部长，他还没回答。好，就是你是未来这个计划的实施，你是由交通部来规划，还是说由地方政府来提出？来说明一下。这个其实是，谢谢。这其实是上下都有，我们一方面是在开始年度的时候做整体的规划，但是同时间我们会从地方上面，像刚才包括陈委员也关心到了一些偏乡地方，他们那些需求式的东西，从那边去把他的问题跟他的需求把它界定出来，我们再把适当的这个智慧运输系统去结合，你上下两图一起来进行。好，那刚才所处理的有关于智慧运输系统发展计划啊，就修正通过。那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大家都所关心的铁路建设计划，有关于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的计划。那总共有五年，要编41亿。那这个部分，其实委员啊都相当的有意见。那这是在过去旧政府时代，那要政党轮替之前所提出来的一个计划，在当时我们就有提醒交通部，在整个选举大选之前突然跑出非常多的中心基金会子公司等等，这都不是啊从长计议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大家都非常有意见，我们先请各个委员大家有什么说法来，还是先请交通部来，请胡湘宁胡局长。好，我想刚刚委员大概也说过了，虽然这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单位，但是之所以会提出来这个计划，主要是我们过去在推动相关的轨道工程里面，发现到对于一些这个轨道这个一些设备的这个采用的部分呢，往往受到一些必须要从国外进口，而在国内的很多相关的产业能够提供这个业者使用的这部分呢，在规格跟标准的制定上没有建立一套机制。所以当初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思考，成立这个轨道振兴来成为这个产业营运机构跟国外的一些相关组织的一个这个平台，然后也协助来建立一个轨道相关，特别是核心部分的这个产业的这个验证跟认证的这个机制，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想法，也希望委员能够支持。那个赵委，听见吗？请那个赵正宇委员。这个铁路发展在台湾已经很久了哈，那刚才那个胡局长讲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们发展这么久，搞了这么多年，像我们桃园那个机场，有没有那个捷运啊？设计十年，做了十年。你看那个大陆啊，现在那个尤其他们的铁路啊非常进步，你知不知道？他也是发展他们自己铁路，他有一个运输研究所，那运输一个学校，专门在这个培养这些有没有技术人员，尤其是铁路的。所以他的发展呢、啊，大概全世界他现在是最快的。那我很赞成说发展这个研究了，但是我们台湾这么小。居然你们觉得我们花那么多钱，有没有？你何不去买新的，去跟人家配合，有没有？人家用过的，而且人家有问题的，他们已经在这那么多年，有没有？他已经有进步、有改进了。那整个哈、哦、系统是一次买，你不能说哦，机电发给那个谁，啊、哦、有没有？工程又发给谁？你到时候那么四个斗起来，就像我们桃园机场捷运一样，斗不起来，有没有？这个讯号还有铁轨什么，全部都斗不起来，花那么多钱，那。现在花这么多钱40几亿啊来做这个，那第一期是4000多万嘛，哈，大概十分之一哈。那我请各位我们委员，我们想想看到底为了，如果是为了我们1%而已、啊、为了我们以后永续发展了、啊、这个东西哈，我是建议还是可行性的，如果要为我们这个台湾，但是哈，我刚讲我们台湾这么小一点点，有没有你要花这么多钱研究这个东西，有没有和有没有像做生意一样没合啦，划不来了，划不来了，所以各位委员可以讲一下哈。好，先请曾英鹏委员，曾英鹏委员欢迎完毕，陈淑业委员。部长，这个中心设立之后哦，那我们希望是谋定而后动了，就不要说沦于过去什么很多
中心，什么车测中心啦、啊、传播中心啦、啊，那、农业一堆中心哦，不要沦为退休俱乐部哦。那因为过去20年前，大概台湾就有台铁、台糖跟林务局有铁路，那现在有高铁、有捷运，各地都有捷运，所以其实整合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也是支持说，你应该先有组织规程，让我们相信说这个你成立之后，他这些人是可被信任的或多元的。那不然的话，你现在贸然编列经费，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应该先通盘检讨一下，被信任之后明年再说了。好，我们现在请陈淑叶委员。好，就是说针对这个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这个我在委员会质询也有问到，就是说我们交通部针对要成立这样子一个中心，也有委外研究嘛，就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可是这个研究报告里面都有明白的提到，就是说这个单位如果没有政府的捐助或者是挹注常年的研究发展基金的话，未来营运收入是没有办法平衡成本支出的哈。那他也另外也建议说，就是说是不是由各个就是相关的轨道公司来提拨一定的比例哈，成立这个成为这个财政的一个来源。那你们那在委员会的时候，部长你也答复，就是说对于这个经费来源，你们还没有很明确的。好，确定要采取哪一个方式嘛？这是一点了哈。那再来就是说，就像刚刚我们政委员所说的，这个也没有组织章程哈，所以未来对这个中心的相关的人事、财务及业务的管理及监督方式，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明。好，所以我们未来立法院要如何监督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你贸然的哈仓促的成立这样子的一个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让我们觉得有这个筹佣的那种嫌疑啦，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变成未来政府的一个财政的黑洞，或者是人事的一个黑机关。好，谢谢。好，谢谢陈淑叶委员。我们现在请陈欧珀委员。啊，主席，这个如果这个轨道技术研究暨验证中心计划确定要执行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评估那个交通运输研究所存置的必要交通运输研究所在研究什么？有三分之一委办，三分之二自办，那现在又要成立轨道技术研究暨验证中心，我觉得这个我们新政府如果是老是提出这种案子的话老百姓没办法接受了我个人觉得说在没有详细评估现行的组织架构上，我们应该做合理的一个人力的配用之前，这个预算我个人主张就是冻结或者是全数删除等他们提出完整计划以后，我们再讨论。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请叶宜菁委员来做补充。不过也提醒部长，我们已经有交通运输研究所然后这个项目来我们请叶宜菁委员。好，这个其实我跟党团各位成员跟交通委员会的甚至跨党派的委员都讨论过这个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所谓的这个研究中心什么什么验证中心太多了，到最后呢反而没有研究出什么来，浪费公帑跟消耗人力以外呢，这个验证中心常常是人民民怨之所在所以我认为现行的这个法规已经够了，特别在铁道的部分，我们来试想，台湾幅员不大，有什么铁道呢？第一想到是台铁，台铁你们自己的联合国，不知道几种车厢，光一个月台，为了适合车厢，一下高一下低，在那砍来砍去了，台铁。逛一个台铁，你铁道我看你就研究不完了。但是呢，这个研究不完的就让台铁自己去研究，跟 JR 跟你们来跟我讲的 JR 一样JR 他民营以后，因为人家他统合了以后，他自己做研究，所以他做的不错。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第一台铁，那轨道第一就是台铁，第二高铁，台湾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条高铁了所以高铁呢也一样，它是自己会。我认为现在高铁它整个整个营运跟它的这个将来的这个测试也好，种种也好，它都一定是自理，而不需要你去给它做什么研究。要研究，他们也会自己研究。再来就是捷运，
那捷运的轨道呢，其实是在各地方政府，我们捷运现在也因为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关系呢，所以它捷运也是 各地方政府会自己去自行规划，所以呢我怎么样都不觉得我们有必要花41亿6500多万去搞一个铁道研究中心，所以我还是坚决认为这个应该要全数删除。好，张委，请林俊宪委员。这个不是4800万啊，这个4800万过了、啊，你后面再4年就是41亿啊，像叶委员所提的。那到底政府有多少个类似研究单位哦？我光听那个名称就眼花缭乱了，你随便写几个字，你就要来要41亿。轨道研究验证，那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单位才对吧？你交通部的运研所啦，甚至现在那个台铁，或者是一般的学术单位，难道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吗？而且你有很多，你都是要买硬体的、检查设备的、量测设备的，这个是明年4800万看不到、啊。你接下来就是会去大买这些东西，那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跟原来。已经承载的车测中心或车安中心到底有什么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41亿耶，部长，是不是应该要讲得更清楚一点？我觉得4800万明年这个先全数删除了。啊，先请部长说明一下。好，这个谢谢招委和各委员的指教。我先这个分两方面、啊、一个是整个需求，一个是组织了哈。那整个需求部分其实又分两方面。其实在我们现在轨道工业上面，就如同刚刚赵委员所谈到，我们虽然幅员不大哈，但台湾现在有好几种的轨道系统呢，其实它现在的发展不见得是在规模上一定要跟像中国大陆去相比，但是它可以会变成适应地方所需要的一些比较是跟控制系统在做结合的这种比较客制化的轨道产业呢，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朝这个方向走。我们最近台车公司和这个中钢在这边做的合作，其实就是在看中这样的一个市场，希望在台湾开始发展比较轻型小规模的，但是运量不是太高，不是用高的这种土建的手段来解决，是用机电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呢，是像高铁和高捷他们最近都在希望我们，他们现在买的一些再去添购原来系统里面的一些备品，但这些备品究竟有没有一个国家规格，怎么样来认定这些事情是可以继续让他们来跟相关的国内的产业来做结合呢？这些部分也需要在研发上跟国家的规格上面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单位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整体来讲是我们的产业上面很多事情。这一部分坦白讲不是现在交通部运输研究所他们的人力跟他们的原来的定位所做的事情。第二方面呢是验证。验证这件事情是现在全世界几乎是所有有经验的这些专业公司都在想办法去发展这个上面它的一种算是一个多元化的产品，因为这个是靠的是经验，不是靠的是所谓的我们的什么去自己有什么样好的硬体基础才能做这件事情。而这个经验部分呢，从台湾从不管是台铁或者是北捷呢，其实已经累积相当多的人力啊，可以去在这个上面做国际性的验证，但这个国际性的验证必须是在国内自己要从自己的一些跟国际合作，比如说像最近我们这个机捷即将要做这个安全验证的事情，我们就指定了希望他一定要跟我们国内的一些法人能够来合作，使得有点培养他的业绩，才能够慢慢让国外去走。这些事情都代表了整个轨道产业，不管是在资源现有的轨道工业，或者是把验证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专业服务公司呢，都有可能在台湾要必须来生根。那组织方面呢，我们在刚刚所谈到跟运研所的关系之外呢，我们也理解这件事情究竟是谁来出钱，免得是变成说好像你这个出钱的人到时候要去验证当然都是放行了、啊、这件事情的这个区隔，以及我们这个将来这个组织上面怎么样去成长呢，我们愿意用一个专案报告的方式呢来请各位支持。那现在为什么选在燕巢呢，就是因为其实高雄科大和高铁公司已经有很多的项目，包括车头灯跟它的一些软体控制呢，都已经在这个上面展开一些事情。我们希望利用这个地方也创造一点南部在这个产业合作上的一些机会呢，希望大家支持，是不是这个专案报告以后我们再来请大家继续给我们指教。好，现在先休息，我们先协商。
好，我们现在要继续开会，继续处理铁路建设计划有关于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计划。那我再重新的说明一次啊，删除的案子20案到24案，那冻结的案子是25案到27案。那这个部分，我现在再请教一下在座的委员，叶静委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好，我再说一次哈，这个计划在一送上来的这一本大本的预算书上面写得非常清楚，只有分5年捐助财团法人成立轨道研究暨验证中心，也就是说只有这样，好，那就要编列41亿6582万4000元。结果呢，这个里面呢，其实无论是办理新建轨道，或者是硬体的建制测量什么，这个都在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都已经完成。好，高铁我们也不可能有第二条高铁了，捷运也是各地方政府他会自己评估，因地制宜，他会有各种的考量，好，来设定他们要用怎么样的捷运系统。台铁那更离谱了，台铁是联合国他自己都各种的各国买来的车厢都搞不清楚，都没有办法整合。那你这个研究中心呢，其实如果照你们一开始还是司法人，我们一直说想要关掉这些政府设的财团法人基金会小金库，那现在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这种财团法人的这个所谓的验证中心呢，我认为极为不妥。不过我要再一次的强调，这不是这个计划呢，是在去年底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熊熊想出来的一个中心计划。那我们觉得不以为然。如果再加上如果除了刚刚讲的以外，验证的话，那么我们都说了，无论是车测中心、车安中心什么的，到最后反而都变成民怨之所在啊，就自己裁员兼裁判在那里做验证。其实各公路啦哈，之前的都是公路，其实各大厂进口的各大厂什么宾士厂、BMW 厂或者任何一家要进口的自己的车厂，其实做的车测中心、车测跟车安呢，都已经是经过验证的。我们好像在抽取人家的过路费一样的这种引起民怨，所以呢，反而变成是一个阻碍，一个进口的阻碍。我们保护本国汽车反而变成是阻碍，所以呢，我们非常不以为然。所以呢，这个技术研究中心呢，虽然部长跟我讲了很多哈，我觉得跟这个你们当初编的预算不吻合。我认为如果真的要照部长的理想的话，应该要重来一次。所以这个我还是坚持，整个预算应该要予以删除。好，谢谢叶怡金委员。那我们在请部长做说明之前，好，请柯委员。那部长、各位委员同仁哈，我们都知道，在审查立委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以及提案。我看一下，刚才本案也有前三的啊，也有冻结5分之1的啊，还有林清宪委员的上个月内做报告以后同意才动资。哎，国民党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好，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委员会审查基本上不是一个终极答案，委员会表决的那一刻才处理。那既然这个是一个新的计划，啊，新的计划，过去应该没有吧，哈。那预算规模高达40亿，当然委员要去看你的这个到底有没有需要设立，将来你的方向是怎么样，有没有达到什么计划目标？我相信刚才部长也说明过了，我认为本案啊这么多的提案，并案送院会超委相再处理。那哇，反正本会期的
总用政府总预算要通过没有那么快，我都高度的担心，即便我延会到1月15号会不会通过都有问题。所以说未来有没有有些众生来好好思考，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提案，让他把病案全部送燕尾草先再下来讨论，然后我们内部也可以再互相来检讨。好，我再说一下哈，叶委员，是这样啊哈，这个案子呢，在去年底12月底的时候，旧政府的行政院有通过，所以他们才编列预算，但是新政府的行政院是退件的，要他们说没有退，因为他要他们再补充说明，他们补充说明以后再送到今天为止行政院并没有通过，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质疑的地方哈。然后第二呢，我也要跟柯总召讲一下哈，因为本届开始包括柯总召哈都说哈要落实委员会中心主义啦哈，所以呢我们其实认为委员会大家其实颇有共识，其实这里面哈绝大部分都是同意的哈，冻结的是占极少的案子啦哈，没有关系哈，我还是遵从这个主席的裁示啦哈，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个应该要删除，如果有什么更好的计划，应该等待明年再由交通部把详细的甚至经过行政院院会通过了以后再送交通委员会。好，那其他的委员有没有做补充是吧？来啊，赵委员，我觉得科目留着啦，好不好？科目留着，那其他的哈，那我们等一下这样可以吧？其他的我们来再讨论，好不好？科目一定要留着，科目我是同意啦，科目留着哈，好不好？哈，我看看是不会安啦，每一个人都来尊重啦。反正今天在这里决定，未来宴会会变成怎样也不一定嘛。那国民党也有国民党提案嘛，每一个委员的提案我们都以尊重，并案送协商。反正，在审查预算的时候，讲不下来，然后宋朝祥一大堆嘛。那时候各党来负责，那我们执政党内部也可以来检讨，来听一些意见。我们还有终身来处理，就安内德后了，并案送协商的。好，谢谢，拜托。我们好来跟柯总召、柯委员做个说明，交通委员会。都是以秉持专业的态度在负责审查相关的预算跟相关的政策法案等等，那在过去从来都不会以党派的意见来作为我们对于预算或者是政策的一个取舍的依据。那这个提案会有那么多的疑虑大家各委员会有不同的意见看法，最主要他还是在前朝所提出的一个临时提出的相关的政策跟计划以及相关的预算，而且经费庞大。那在过去我们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在前朝就政党轮替之前，也有临时提出相当很多的临时的中心啊，或是整个基金会啦、等等，那时候交通委员会就是以这种专业负责的态度，都有部分让他通过，有的是都挡下来。那在目前这个部分，我们一再提醒部长，要请部长来大力整顿的，就是说有些基金会或者有些这种中心呢，必须要以有效率而且能够负责的态度去处理。我们一再的提醒你，叠床架屋的问题，科技顾问办公室、中华工程顾问师以及相关的要成立这种智慧运输系统的办公室，刚才也已经删掉了。另外的相关的像这样的一个轨道的技术的研究验证中心等等，那我们都希望部长，这不是你提出的政策，我们都清楚你也很认真很负责，但是我们要你了解他整个提出的一个背景那现在请部长来做一个说明。好，谢谢委员，也感谢总召特别来给我们做提醒。刚才叶委员所提出来的，以及大家在审查上面所表达的意见，我们真的是感觉到相当的这个感谢哈，因为确实是我们当初在提案的时候的说明，可能跟大家所期望的，以及我们在
政策上面想要走的方向，有的时候说明的不够完整，那么一直没有机会做一个专案的报告，所以可能这个上面让大家一直有其他的疑虑。不过总体来讲的话，我还是希望各位强能够理解，整个国家在轨道产业上面有它的政策方向，那么我们成立台车公司，那么借重中钢能够希望在台湾推动轨道工业，以及今天高铁和高捷他们都希望现在在采购上面能够有更多属于国内相关的周边产品，我们的高雄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应用科技大学等等都跟相关的轨道工业都有相当的合作，这些事情都使得这个案子从产业的期待到它的区位上面所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来讲呢，其实是有它的价值的。那么过去在我们既有的交通部相关的研究机构来讲，确实有些地方让人家觉得叠床架屋，所以像刚才关于智慧运输的部分，我们就承认说这个上面与其再去加设一个名目上面不是那么明确的专案办公室，不如拿成绩做出来。所以我们期望是不是这个案子能够在方向上是还是给我们支持，但是在经费上面呢，我们愿意务实的来做检讨。关于组织上面会不会产生好像是分章啦，或者是有些地方不清楚呢，将来这个公法人他的这个组织条例还是要送到立法院来。在这个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在这个预算呢，也没有任何这个40亿里面有任何是业务费是要给别人去做，好像这个预为留给某个机构的，这个都是在实体的，包括是设备还有一些硬体空间上面的一些投资哈，这不涉及到现在这些所谓将来要去出钱的人他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既得利益。所以这个上面大家的提醒以及我们今后的方向呢，还是希望给我们支持。更重要的就是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落实了，包括是国轮国造，我们国车国造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在这个上面来给轨道工业一个重要的政策上的讯息。以上请大家再继续支持。谢谢部长，我来做处理。我要提醒部长，在提出相关的政策，像这样的一个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必须要对交通委员会负全责，必须要提出你们相关的组织章程、价值以及所影响的附加的产业。这一点啊，我们对交通部啊提出明确的要求。那现在看到各委员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想法，那我来做处理，就是送朝野协商。好，劳院会的处理。好，轨道技术研究暨验证中心计划预算及各项委员提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好，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决议案28案。28案，大家有没有啊？干部里面的意思啊，你们怎么样？没有意见。好，通过。29案是有关于邮政、电信两协会财产归还国家，那这个部分，来委员有什么意见？来，那个张伟，我报告一下哈。好，那个部长。大家有一些在不同的场合里面都有遇到请教那个我们部里面要派到这两个协会的董事都会遇到被告的问题嘛，大家担心啦，然后所以弄到大家不太愿意去。那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说，他第一个律师费、诉讼费用好像要先个人先负担，是不是这样子？来，请说明。这个部分是说明一下好不好？我们有照程序哈，签办给所长，然后同意，就是那个我们会依照采购程序委托律师，委托律师帮我们。部里的负担不是个人负担。所以这个那个没有问题，现在没问题，已经是部里面负担了哈。部处长有支持，那也麻烦部内知道一下吧。被派去要继续要展开工外的书回家呢。哦，对，这哦律师会议哦，用咱部来这足清楚跟你讲，你放心，这部的代志。好的，我从头到尾。不说，我有几个问题，对先，好，报告，对哦，好。来，师长，你有什么？是新的，它是新的提案哈，所以尤其是最后的两行哈，他说位于若位于三个月内做出相关点，要有为要求是人员及因法惩处，并调离现所属单位。那我们现在以我们来讲，我们两个协会其实都有做出捐赠部分资产的决定，那现在是面临诉讼。可是你如果说这个决议，他说没有三个月做出相关决定，还
还要依法惩处，还要调离的话，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提案的。我们是认为说，啊，我嘛是跟你要求三个部分送法官的。因为这个决定的部分常常是在因为再补充一下，因为哈21号那个蔡总统已经有在那个政策那个协调会议有对这个部分做了很明确的四点指示，包括他要说应该提供拆断还法，然后有关于退偿机制，包括拆断还机制都要现在来讲的话都只是国发会现在在统筹规划，所以我们也会把相关那个现成法律上不足的地方哦会反映给法务部。哦，反映在那个拆断还法里面。那我们根据刚才说法，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专案小组的话，这一两个礼拜就会召开。哦，也请可以专家学者或是办公室这边也可以派人来参加，我们都非常欢迎。啊，那我们是认为说，因为我们在处理当中，如果在做这个决议的话，对我们董事监察人是，我们是认为说，是很蛮不公平的啦。我调离现职卖啊，那个村里上呢？没有惩处蛮蛮的。整组嘛，整组的肯定你要不要整组的是口头告就嘛是叫整组，换成正面表列啦，就如果达到收回国有的目的，加官进爵啊。三个月不会做决定，嘛是做相关，真的是很难做到了，因为那个是在法院告也是提那个也是相关决定。好啦，好啦，好啦，三个月内达成的话，加官进爵。不敢这样，给奖励啦哦，三个月达成的话给奖励啊，那个好，好啦，好啦。我再做一个我个人的建议好不好？我没有跟部长讲过，我们是说有为要求是人员精英哈，我们把它缩小范围好不好？就是说督导主管司的司长就指定我，就我督导不周啊，那我来负责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我实在很难对那些董监事，我们是拜托他拜托。我爹挖进来，挖进来。市长这样，交通委员会就是部长才很悲壮了，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哈。后来呢？个人意见，不，那要怎么处理？你起码就是讲，取开三个月内如果做成完整工作的话，最后两行哈，奖励了。最后两行是不是比实在讲比较有？不啦，人家他公用不的地方了，人家往正面表列，若以三个月内做出决定，相关的给奖励啊。哦，给奖励啦！我你安尼会不会找不到人去？真的找不到，已经有困难了。对，每天开会现在都不太能开了，找不到人来啊！不然到时候找金建，他说叫来抽签呐，丢进去啦。这样啦，那我请问哈，如果我们派驻的代表消极抵抗，你们有什么对策？我们现在就是觉得他们是消极抵抗。并没有配合，真正配合。那你告诉我，你可以怎么样来防范这一点，我就可以接受修正。对，现在报告委员，其实我们对于他们在第一批这样处理啊，我们都认为说他们已经在尽他们最大的一个极限做这件事。当然不能够说让大家通通都满意，可是因为现在那你的标准离我们的标准太远。我现在接下来要讲就是说，可是现在他们也认为说是，既然总统这边有一个比较更通案而且是更务实的做法的话，他们希望按照那个方向来做的话，他们愿意配合。可如果在那个方向之外，现在要做一些别的要求的话，可能就使这件事情，也许刚才委员所提到的，我们所期待的事情，可能他们会觉得说是，那他们实在是他们有他们为难的地方，因为政府已经有更高更完整的指示的时候，为什么交通部这个上面还要格外让他们去做格外的要求？这样啦哈，我们这个做这个决议呢，最重要就是希望你们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是，哈，那。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决议，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你没有积极，反而是消极的抵抗嘛，哈。那你觉得说我这个文字这样，我为了要防止这样消极的抵抗，我做这样的文字决议嘛？啊，你如果觉得这样不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要怎么修没有关系，但是能够真的让我们放心说不会派去的官方代表还在做消极的抵抗，这样就好。文字怎么修正，我就没有意见。是。不是啊，那个，其实我们委员关心的是说，我们派去的董事哈、哦，就是消极怠惰，反正也不关我的事嘛，对不对？那如果现在你交通部要担心说，如果照叶委员这么严厉的要求，你们又找不到人去嘛？那部长，那你给我们一个方法嘛，对不对？
你根本帮我怎么处理嘛？就是这样。我们的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现在总统这边交，包括法务部，他们现在正在研拟这个方向，应该是一个更完整的方向了。这个就是消极啊，哈！你的意思说，全部什么都要总统叫你怎么样，你才怎么样？不是，那个里面才有那个对于财团法人法真正的处理啦。要不然现在这个情形下的话，我们目前对于这些董事们，他们打扮当成是在兼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能够只量他们的工作能量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标准可能就是比较不能够如大家所期待。但是有这个财团法人法的话，我想这件事情会比较积极。部长，这个就是关键所在。如果他这么为难，他觉得这是在他工作之余又要他去兼的，他不要兼，那让积极的人来做嘛。让愿意积极的人来做嘛，对啊，去做的人就给他奖励嘛，对，所以比较高的奖励嘛。所以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说是要求交通部命令派任董事应依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在表示说我们要找能够积极去做事情的这些董事了。那我希望是不是在这个方向之下，但是后面属于惩处的部分呢，特别是说还要在三个月之内什么等等，这个部分可能在不是超支于我们自己部甚至于是法院的一个时间的情况下，他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是他的错啊，为什么这个上面还要再来做惩处？所以是不是前面我们说是要派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董事，这个事情我们会积极来做，好不好？对啊，陶姐，陶姐的也是啊。我们的董监事，我现在说我们内部哈，除了在处理那个法律诉讼以外，我们还做很多。目前来讲，为了要配合那个召开那个专业小组，还做过很多协调的事情，所以我们最近才会开始已经怎么讲，在两个半月就会召开了啦，所以这个部分不会处理，在两个半月都很积极配合，不会处理，对，半月吧，你现在那个专案小组马上要马上就在市长那边，马上就在两个半月啊，你们也看迟吗？因为他是要做出相关决定，这个相关决定的话，我们不晓得是要。因为我们会在那个专案小组讨一些法律，专案小组马上就开了，对对，就决定了，做出真正全部财产的处理了。对，对不起，刚刚没有麦克风，我再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其实现在并不是只是说是财团法人他们开不开会而已，因为现在是要去查核现在这些协会他们手上的这一些资产，从他的产权的持分到他的地上物上的状况。以及去协调他要分批处理的话，他的分这个安排怎么样的情形下，对于协会能够保持一部分的运作，这些部分其实真的需要一些力气。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今天协会的董事一些，我们也去聘请了三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协助处理这件事情。在一个礼拜之内，我们就会来开第一次的这样一个专案小组会议啊，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逐渐呈现。这个上面真的。绝对不是说是董事们他们怠惰与否，实际上是交通部很积极在做这件事情，也帮助他们去解决一些专业上的困难了。希望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从前面指派来依照这个本院的决议啊，这个就立法院的决议来处理这件事情，来派董事这件事情，我们一定做到，我们也会进一步以这个专家学者的方式来帮助这些董事们去完成这些事情，不要让他们单独暴露在一个不确定状况下的一个财阀的一个威胁了。是不是请各位能够体谅？建议，我们最后两行是不是从这个“若未来与三个月等等”这个字眼呢、啊？如果能够把它去除掉的话，可能前面的精神并没有违背，请各位员支持。来，其他委员还有没有意见？大家有没有意见？那两行要处理吗？不过我刚刚不要跟进，今天已经会拿出这个案，就是当初我们提那个案，都到现在已经四五个月，我们讲三个月叫移送法办都没有在做，所以已经在投入了。我们现在已经有分批交回来了，赶快了，好不好？是。这个是叶金委员，是基于转型正义以及国家的资产必须归还国家这样重要的原则，他也是协助我们交通部，让你们有一。能够积极的去处理相关资产的问题。那在过去我们所派出的人员，我不客气的讲，都是打假求真放水，在处理相关资产的部分是相当的消极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好，那这个决议啊，陈主大家刚才所讨论的，在前面的部分的文字其实都已经有具体表达我们交通委员会对于交通部的一个具体的要求，那相关的说三个月或是依法惩处或调离
所属的相关的单位，这都是一些附加的处理方式而已。我们还是会积极的要求交通部，如果没有办法有积极的处理，我们会追究相关人员的政治责任，那所以这个后面如果未于三个月内做出相关决定，有违依法惩处调离所属单位，这个我们就先删除。如果没有达成交通委员会的要求的话，你要是要留下一点点的，比如说，那我们要求交通部应考虑啦，将相关人员依法惩处，让你并调离原址，让你有一个弹性。好，可以，好，好，叶委员这样可以吗？可以，郡县委员好，可以，可以照郡县的修正哈。另外，我们是不是要来要求他们？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做一个书面报告，好不好？我们来监控一下进度，好不好？好，好，那请主席才是，我们就是建议他考虑惩处，然后要求他每个月提出进度报告给交通委员会。好，就按照这样的旨意去做修正。好，修正通过。好，谢谢。你们上会，我要去听啊！部长辛苦了，辛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欢迎谢委员，谢谢。好的。他都好好看，把隔壁书店看好。我在，要下台阶，要下台阶。我在，多谢，谢谢。对，有大家认为说够对抗来的，好。协商完成，做以下宣告：今日协商结论免于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决议：本日预算审查结果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交通部单位预算处理完毕。本会主审106年度中央政府预算案。关于公务预算部分，均已审查完竣。有关正识别税出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会召集委员李坤哲及陈雪生补充说明。散会。谢谢。他自己每天带，他是爱心的，爱心的。杨文这是你的。你刚刚。